lên cho cái ủng cửa đó xong băng dịch dây xa đi. Nếu rồi băng băng xong xa xa giao mày mấy người không giao năm mấy người giao giao chén là giao dây dây mai bán được còn gì chỉ nhiều cho kéo thao chỉ刚才那个一百啊，红酱的哈。Chị cắt đi. Chị làm đi. Em phải ba lưỡi. Ba lưỡi chung khỏi.的是私房钱是吗？对，你看弟弟五十块一百块他不要，他说不要，他不要他赚太多了啦。不是啦，不好杀啦。你们回这种真的好事啦。这个是你的。那试试他就那个。坐在哪边到我们旁边？那红红满那。哎是哎是，其他人老师的。那红红。我上次买那个，这老板是比较厉害。这种煮汤很好吃。这煮汤啊，对啊。他们讲，哎，煮高汤啊。这个是九宫嘛。九宫啊。这个如果你去买这条就两百块。不止。对。我是我的鱼，我随便卖。这条半公斤。有，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好吃啊。哎，那中午的酱汤饺子。你说的好吃。说你吃。外国的外人，就是爱打牌，包米，面里面，他不可能。这煮汤，真的可以啊。
喂，嘿 ，Hello， Hello， 喂，你不要给我耗下去呢。喂。你食个会鲜啊，所以快会。你搭配呀？对啊，你搭配我做啊。我讲，我们爸爸妈妈都蛮叫的。爸爸叫的。对啊，好，以前我们以前。他以前叫的。从哪来的叫啊？真蛮好吃，老板。九班。九班小只的。你这两天就可以蒸了。因为老板他同意，他才买的。是你嘴巴那么甜，所以他给你讲两下，所以他马上。不是啦，我们本来讲话这样啊。像鱼啊，还是安尼哩？哦，像鱼啊，干那遐尔。鱼啊，无大。哎，这大鱼那个，不是鱼鳞，有鱼鳞，有鱼鳞就不是九刀，就不是像鱼啊，那两个会大。但是真的，我们那个像鱼，像这两只。可能那个还有没有冰块？好，等一下我给你。哎，这是什么鱼啊？这叫什么？倒钓。对。倒钓。对。倒钓。对对对。我感觉鱼挺好的。哎，那个刺刀哦。刺刀我要拿。没有菜刀。那菜刀好用。那个，等一下。没有用，没有不行。我们菜刀那么亮，我用。
有蛋哦。哦，有蛋哦。哎呦，它的蛋好像大了。嗯嗯嗯保温袋也放不下。哦，这条就你就装的，这条就100块了。就是看那条漂亮。对呀、啊，他那个400耶。我全部买200。嗯。哈哈哈。那我这条碎了。对啊，那一尾就嗯，金龟。金龟上面有。金花。金花。嗯。一般是啊，吹啊是真的。我嘛无啥钱，吹吧，应该拢吹吧。一公斤五千元的，那个大的那一条真的好吃还是煎的？哪一个？大的那一条。真的。真的。真的。你不要吃这个辣呀、啊，出去。如果来不及签名，就来这里买。他们会帮大家留一些名册，然后。卖掉了，他等一下他就可以。今天要变吗？都卖掉了。哇！哈哈哈哈哈哈！那是北猫哎，北猫里面那个橘子，你看它两个颜色。这台鲜鱼车，如果你想要鱼，再跟我购买。价格、当然他们也要赚喽。他会收集今天一整天进去的鱼货，甚至有些是船钓的。